这些天我还有一个新的发现，你看这个，这不是姚芊芊吗？以前这些照片上不同的脸其实是一个人，而这个看似是姚芊芊，她其实是另外一个人。另一个人什么意思？这个人叫做姚芊芊，但是这个才是他真正的样子。这两个姚芊芊的照片确实很像，不过这张似乎更漂亮一些。根据这两张照片的对比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，以前在华星演艺班的姚芊芊确实长这个样子，但是毕业以后她结识了整形医师翁子安，而翁子安又给她做了整形手术，后来她就变成了这样。你的意思是，姚芊芊之所以跟翁子安的关系密切，那是因为翁子安给他创造了这张明星脸，并且翁子安迷恋上了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张脸，爱上姚芊芊。如果你的推断是正确的话，那么袁天杰之前所说的姚芊芊的身上有很多和英子相似的特征，那这个怎么解释呢？这个我就说不清楚了。长官，我已经研究好了通往青浦金库的路径，运输黄金的大卡车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您随时下令，我都可以马上冲进青浦金库。做得很好，把这些资料直接交给翁子安，青浦金库的事情由他全权负责。长官，那我的任务呢？哼，别急嘛，严总君，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还会有两起重要的爆炸案，这就是你的任务。是，长官，那两起爆炸案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用的都是最高威力的炸药，地点就选在全市最高的摩登大楼。很好，别忘了通知警察。看来今天他们又有的忙了。快快跑，快跑远一点，走，快快跑，快快跑，保持安全距离，快点走。里面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太高了，能行吗？是挺危险的，炸弹安在楼顶最上层的窗子下角，如果想接触到他，必须要有人帮助我进行排弹。我跟你上去，我来帮你。好，我再派些人跟你上去，确保你安全。林霄，天杰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我根本够不着，
给我红色弹簧锦。再让我过去点儿。小心点儿。两位，明天是我们离开江城的日子，也是江城金库彻底被掏空的时刻。袁总军，明天上午我需要你去警察局再送最后一次消息，说在国民高等学校有定时炸弹。是。我相信有前几次的教训，这一回他们肯定会认为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，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警力都派去学校疏通学生。当全江城的警力都集中在城东国民高等学校的时候，城西就会变得完全虚空，无人顾及。中武军，到时候就是你的机会了。我要你带人潜入青浦金库，把里面所有的黄金全部装车，由晨曦上郊区公路，沿江直接去南京。是。长官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们制造那么多起爆炸案，就是为了把警力都引向城东。对，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声东击西。可是英子，你为什么不跟着运送黄金的车一道走，而要坐船走水路呢？因为这回我们要运走的不单单只是黄金，还有一个活人。为了把他带走，我必须走水路。长官，您不会是要带袁天杰走吧？袁天杰不过是个小小的演员，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未来和战事没有任何意义。如果它没有任何意义的话，是不是应该……袁总军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和袁天杰也有同窗之谊，还有是个无辜的外人。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把他赶尽杀绝？是。你说这千面魅蝶的怎么想的啊？
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吧？炸弹装在那么蹩脚的地方。要不然他怎么叫千面被谍呢？今天这个炸弹的威力超大，可以把整栋大厦都炸毁。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千面魅蝶到底想干什么，我总觉得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看着我们的笑话。哎，我也有这种强烈的感觉。长官，你说他精心设计这些爆炸事件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说实话呀，我也是越想越糊涂。哎呀，但是不管怎样，咱们总得先解决爆炸的问题，不能再造成全市的恐慌了。爆炸的问题交给我呀，没有我处理不了的。我劝你别太自大了，今天就够悬的。袁天杰，有，你明天抽个时间再去探一探姚芊芊。是。霍江龙，咱们可是好久都没见了。好久没见了，我也不想见你。免得你说我又坏了您的大事。哎呦，别说的那么夸张嘛，咱们怎么说也是朋友嘛。你就不想再挣钱了？说吧，你这次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求我呀？站在尖子这儿啊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我呢是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个人。呦呦呦，你自己还收拾不了的，这什么人呢？他是一个演员。啊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袭击我？娘，走！让我进去看一眼。让我们进去看看，让我们进去看看。让开，让开！
小姐，这套公寓可是好得很吧？保证你看了喜欢。以前可是鼎鼎大名的姚芊芊小姐住的地方。姚芊芊啊？对呀、啊。先生。哎，这不是袁先生吗？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请问一下，姚小姐不住这儿了吗？哦，她昨天退租了。那她搬哪儿，您知道吗？哦，这大明星的事儿，我可不知道。啊，谢谢啊。啊。来，请。好。这是我刚检查出来的。恶性肿瘤。姚芊芊突然消失，一定有问题。不行，我得再去翁氏私立医院。陆木君，城西的警察大部分都去了城东，现在所有的计划都在长官的计划当中，我们都做好准备，汽车就在下面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好，我换件衣服，马上出发。是。好好发财。
怎么回事？这个千面媒蝶太可恶了，用这种东西来戏弄我们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不是炸弹，只是一个带烟花的音乐盒而已。音乐盒。 这是破坏性的爆炸，炸药数量很大，离我们距离应该有10公里左右。你又这么肯定？别又太自信了。这次绝对没有错。我们大张旗鼓的倾巢出动，把警力都布置在城东，怎么城西又爆炸了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半个城都布满了警察，那今天所有的警力都聚集到了城东？那是当然了。
为了防止学校爆炸，所有的警察局的人都出动了，现在城东布满了警力。哎呀，是肯定成大事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明白了，千面魅蝶爆炸的真正意图，他是希望我们把警力和人员全部调到城东，而他真正要破坏的一定是城西。城东进西，快走。城西也出大事，可是我们这么往城西赶也不知道去哪儿啊，到那儿再说吧。大家先冷静一下，想想城西有哪些可能引起破坏的重要点，我们也好有个目标。城西主要是行政区，有很多的办公厅，这么多地方怎么想？你干什么呢？怎么不干活？是你。袁迪，是我。冯院长，怎么，你这个大明星也这么爱钱呀？不在剧场好好排戏，跑到金库做什么？说你一个救死扶伤的还那么爱财，何况我这样的俗人呢？一个不错的理由。到底在哪儿？这爆炸的地点一定是个隐秘的地方。停！我看那个枪声，这好像是从青浦金库那边传来的。
清理金库。坏了，大姐清理金库是他们真正的目的，快走。袁迪，没子弹了吧？服了吧？佟院长，我投降，我投降啊！出来！啊，好，好，我投降。我无意冒犯任何人，真的。我投降。别开枪。你们来得太及时了，差一点啊。还有多。哎。你给我吐出来！哎，给我吐出来！哎，芊芊，于大哥，怎么样？来的不算晚吧？不晚，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。船家，开船吧。哎。好嘞，孟子安，孟子安。我梦到芊芊了。姚芊芊吗？我的芊芊。你的芊芊。我妻子芊芊。妻子。她不是芊芊。她不是芊芊。我的芊芊已经死了，她是英子，她是英子，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救我？我想死，我想死，让我死，让我去死，我想死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。告诉我，姚芊芊是谁？姚芊芊是谁？袁天晴，说。芊芊是谁？她是英子，她是坂井英子，她是坂井英子，坂井英子。
芊芊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呢？于大哥，你不是曾经说过吗？只要跟我在一起，去哪儿你都愿意。对，也许你不知道，为了你，我已经什么都忘了。你能这么说，可真感动。芊芊，你这是？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不叫姚芊芊，我叫板井英子，也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亲面命令。翁医生，我是该叫你翁医生呢，还是该叫你钟子谦呢？你知道我的日本名字？我不但知道你的日本名字，我还知道你的父亲是日本知名外科医生中木奈男。你就是从小送到中国江城的日本间谍。你以为你从小在中国长大就可以隐瞒身份吗？很不幸，你还是暴露了。不错，我是中木奈良的儿子，大日本帝国的子民。我以中国人的身份潜伏下来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为帝国效力，完成我们日本人占领你们中国土地的伟大使命。可是你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姚芊芊。这是以前的芊芊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的芊芊还没有经过我的塑造，是我给了她一张完美的面孔。你是说你曾经为姚芊芊做过整容手术吗？她是我最完美的一部作品，她的脸不需要很大的改动就可以非常的完美。她本来应该成为我的妻子的，可因为一场车祸她死了。可她永远是我最爱的人。钟木谦，我真替你感到悲哀。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姚芊芊真正的死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让你见一个人，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。不过我有一个前提，你需要先回避一下。来，到这儿来。把人带进来。是。站长，快点。哥，老朋友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最近这里的伙食是越来越差了。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最近这里的伙食是越来越差了，我正想找你提提意见呢。你一个坐牢的人，不应该对伙食如此的挑剔啊。你找我来想问什么？直截了当的说吧。姚芊芊，
你认识吧？一个中国女人而已，有什么稀奇？是，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可是她却因为一段感情丢了性命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齐藤，钟慕谦已经被我们捕杀了，你到现在还隐瞒姚芊芊的真正死因，有意思吗？钟慕谦这个蠢货，他一个中国女人迷的是神魂颠倒，为了帝国的事业，我只好让他死在了车轮下。本来想把他从爱情的漩涡里拔出来，可是没想到钟慕谦对他是这么的痴迷。八嘎，齐藤，是你害死了芊芊，是你害死了他。钟慕谦，你这个执迷不悟的蠢货，我杀那个女人是为了让你远离中国人，我没想到你竟然还对她执迷不悟。混蛋，蠢货，混蛋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。把他带进去。是，走。蠢货，走。你这个是个蠢货。走，走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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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钟慕谦，这下你全都明白了吧？说吧。我是从小被安排在中国长大的，之后去日本留学，不但学习医术，还接受了间谍培训。我的任务是以中国医生的身份潜伏在疆场，协助我们的人一切的行动。告诉我，千面魅蝶到底是谁？千面魅蝶，他早就死了。什么？当年齐藤千代的黑藤会在江城建立，他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特种间谍。当时黑藤会里有四个女孩，其中齐藤千代的女儿齐藤美君被定为是千变魅蝶的人选，其他三个是作为她的替身来使用的。后来齐藤美君被安排以女演员的身份潜伏进华星演艺班，那段时间我为了和美君交接情报，经常以朋友的身份去找他，多次往来中，我结识了他的同学姚芊芊，一个中国女孩。我们恋爱了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她。后来，我给芊芊做了整形手术，给了他一张完美的脸，他也愿意为了我放弃做一个演员的梦想。原本我们想尽快举行婚礼，我没有想到齐藤安排了那样一场车祸，
让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。可我还是忘不了他，直到有一天黑藤会被袭击了，西藤美军和另外两个替身都被绞杀，只有英子侥幸逃了出来。当时的英子面部损毁得很严重，需要马上进行重建手术。他们都被炸死了，救我，快救我，我要为他们报仇，救我。你现在不要说话，我需要马上给你麻醉然后手术，就放心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站在手术台前面看着他，我就想起了芊芊，就鬼使神差的想要把芊芊的面貌移植到英子的脸上。你竟然给我做了一张中国女人的脸！你竟然给我做了一张中国女人的脸！啊！后来，英子她恢复了，她顶替了姚芊芊在江城的公开身份，成了演艺圈的大明星。之后他便用千变魅蝶第一替身的身份接替了千变魅蝶的行动。这么说，千变魅蝶在没有出师前就已经死了，而以后我们面临的一直都是姚芊芊，也就是坂井英子。确实如此。云天杰，天杰，云天杰，天杰，袁天杰，袁天杰。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，大举进攻北平，由此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。而此时，江城的宁静也卷入了这场战争的漩涡。而以坂井英子为首的日本间谍组织转入南京，进行着入侵江城的最后准备。都怪中牧轩办事不力，把我们这次抢劫金库的事情让国军给察觉。长官，现在北平已经开战了，军方进攻江城那是指日可待了，所以您不用再为上次的事情而过度生气了。江城迟早还是咱们大日本帝国的，只要军方占领了江城，南京的国军也就只有投降的份儿了。不过中牧圈被俘，千面魅蝶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。暴
露又怎么样了？袁仲君，以现在的形势，中国人很快就会成为亡国奴，到时候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。你说，那个时候我们还需要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？明白，长官。不过这回我们来南京是要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，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是，随时听候长官的调遣。明天我需要你去火车站接一位人。只是秋岛主长官。对，秋岛主长官是沈阳炮弹社和南京国府高层汪子祺秘密谈判的。这次谈判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未来的发展，所以秋岛主长官在南京的期间，我们必须贴身保护，寸步不离。是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接到秋岛长官。没关系，袁仲君。秋岛局长官现在已经到南京。到了。为了防止意外，秋岛局长官临时改变路线，中途改成汽车一路来到南京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也是刚刚收到有人派来的密报。秋岛主长官向来行事谨慎，喜欢出其不意。哼，也对，这很像是他的风格。那秋岛长官现在人在哪里啊？现在在秦风斋下榻。哦，那咱们要不要去贴身保护他？暂时先不用了，他说如果有需要会再通知我们。来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今天下午就回南京了。是。这么快？我在江城的任务结束了，现在英子又去了南京，我得立刻回去继续追查他的下落。真是没想到，我们费尽了心思找来找去的千面魅蝶竟然就是姚芊芊，而且她一直在我们身边。主要是她换了一张脸，这是我们之前都没有想到的。好在我们知道她是谁，以后就不会在大海捞针了。我看想要找到他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是，你们以后的任务会很艰巨，我离开了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余承南。从千面魅蝶撤离江城之后，他也跟着失踪了。大家找遍了江城每个角落，还是一点线索也没有。我真担心他会凶多吉少。
来，喝点药吧。这药真苦啊。良药苦口，这是小孩都懂的道理啊。可是再苦也比不上我心里的苦水。好了，别苦要苦的，我每天给你送水喂药的，我还没看苦呢。来，谢谢。萍姐，我知道英子的事情对你打击很大，但是你必须要振作起来。我只是没想到找了这么久，原来英子她就在我身边。让我更没想到的是，她居然一直都在欺骗。原来她就是千面魅蝶，这怎么可能呢，李潇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比我演过的任何一部戏剧的情节都离奇、都荒唐。这不是真的，你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袁天杰，你别再生活在戏里了。现实永远比戏剧更深刻、更残酷。是。英子以前是你的爱人，可是她现在是日军的特工，一级特工，是我们的敌人。现在北平已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，日军已经侵犯了我们的国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很快江城也会变成他们的目标。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奋起抗日，你能不能把你的儿女情长先放一放？我怎么放得下？如果是你，你能放得下吗？我的心里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她是我妻子。你给我起来！一个大男人整天躺在床上算什么英雄？心死了是吗？那你还留着一口气干什么？要我说，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，你就应该去北平，跟他们真刀真枪的干一场。就算是死了，也不枉你做一个中国人。好，我现在就上阵杀敌，让我战死沙场吧。我这种人本来就不应该活着。魏朝之下，岂有完了？铁蹄之下，没有故乡。国破无山河，儿女情长，不能救百姓于水火。这些道理你都不明白吗？对不起，你还要是个男人的话，就
喝下去。把身体养好，去做点你该做的事情。日本人派他跟汪子琪谈判，那他们的阴谋肯定小不了。对，一旦他们谈判成功，那么就会给我们的抗日大局造成严重的破坏。站长您直说吧，我能做什么？据我们所知，这个叫邱岛竹的很阴险，而且是诡计多端，但是他也有一条软肋。哦，什么软肋？你看，照片上的这个女孩是邱岛竹和一个叫田间花子女护士的私生女，而且也是邱岛竹唯一的骨肉。这么多年来，她一直暗中资助着他们，而且很爱他们母女。就在邱岛竹来中国之前，这个叫花子的女护士已经去世了。那这个就是邱岛竹的女儿？对，我们在日本的特工经过多方了解，确定这个女孩在去年就已经偷渡来到了江城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并且抓住这个女孩，然后秘密地把她押送到南京，成为我们一张威胁邱岛竹的王牌。请站长放心，我一定把这张王牌带回来。你们来认一下吧，就是他。惠子，你认识他？孟子安私立医院的护士。美惠子。是的，这个护士我也见过，她叫田间美惠子。那就对了，邱岛竹私生女的母亲就姓田间。可是孟子安漏网，私立医院关闭之后她就不知下落了，我们上哪儿找她？这个我们得想想办法，而且得尽快找着她。记住了，一定要活的。情况怎么样？
我今天跑了一整天，把曾经在翁氏私立医院工作的女护士都询问了一遍，他们都不知道美惠子的下落。美惠子在医院工作那么长时间，难道连一个熟识都没有吗？她是日本人，所有的中国女护士都跟她保持着距离，平时里也很少有人跟她接触，她的家人也都不在江城，根本没有人关心她的去向。我今天把几个日本人聚集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包括这儿，没有一点线索。我去问过他以前的房东，房东告诉我说他不在医院工作后生活很拮据，后来又交不起房租就搬走了。我在想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会不会离开江城呢？应该不会，我有种直觉他就在我们身边。可在江城想找到一个人就等于是大海捞针呢。久等了，请。请。云子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为了保证路途的安全，我临时改变了主意，让你们没有接到我。一直都听说您行事谨慎，这回我们可真是领教到了。战争在即，必须特别的小心。请您放心，这次你在南京的行程由我全权负责，我会竭尽一切全力确保您的安全。早就知道英子小姐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特工，有你伴随左右，我自然不必担心。您过奖了。袁先生，没想到又遇见你啊，真的是好久不见。是啊，真巧。听说翁氏私立医院倒闭了，我一直找你也没找到。医院关了之后，我也去别的地方找过事情做，可是我一个日本人，很多地方他不愿意要我，所以我只能去夜总会唱歌，只是为了混口饭吃。为什么不回日本？找不到中山君，我是哪里也不会去的。美惠子，爱情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袁大哥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从小我是跟着妈妈长大的，除了妈妈，中山君就是我的全部。中山君离开日本之后，妈妈也去世了。那你父亲呢？我没有见过他，妈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父亲是谁。小的时候经常有别的孩子欺负我，也没有人出来帮我，直到我认识了中山君。你轻点，她是个小女孩。我有轻重。王子奇的行事也很隐蔽，所以我和他的会面一定要精心的安排。我明白了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安排好的。是什么人？请放了我吧，
你别出声，这样我们就对你好一点，知道吗？姐姐，姐姐，我只是一个卖唱的歌女，在这里没有亲人。你们抓了我也得不到赎金的，求你们放过我好吗？你哪那么多话？哎，刚才和我在一起的那位先生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是不是也被你们绑架了？袁先生是个好人，我来中国的时候他在船上救过我，求你们放过他好吗？没想到你和美惠子还是一天到的江城。当时他一个人偷渡很危险，所以我救了他。美惠子还真是个痴情的姑娘，而且她还很善良。我们绑架了她，她还担心你的危险。关键是她不知道自己父亲是邱道中。从这点来讲，她是无辜的。可上峰不管谁是无辜的，他只知道用美惠子来挟制邱道珠，这是最好的工具。可邱道珠是个危险人物，如果拿美惠子做人质送到南京，路上是一定有危险的。就算特务处的人不伤害他，他知道自己父亲是邱道珠，那是个沉重的打击。是啊，这确实够残酷。我现在真后悔，如果没找到他，他也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。生逢乱世，我们谁又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呢？林霄，我们自己尚且保护不了自己，为什么非得把一个无辜的小女孩送到危险的边缘呢？你想说什么？请，请。英子小姐，今天下午我会在林峰别墅与汪子琪谈判，到时你要提前的安排。邱老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会尽力安排。好。我以茶代酒，预祝您谈判成功。说，美惠子是怎么逃跑的？你们俩怎么看的人？我就是觉得他可怜，所以帮他松了下绳子。胡说！有你们两个在，美惠子她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这间屋子。对不起，舒乔，美惠子是我放走的。好啊你，好大的胆子！这么重要的人，你说放走就放走了？你们拿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当人质，我接受不了。接受不了？那如果邱岛珠和汪子琪谈判成功的话，就会死成千上万的中国人，你这就接受得了吗？啊！反正人已经放走了，怎么处罚你看着办吧。我告诉你，就你今天这种行为，我枪毙你都够。你要等
着怎么处罚吗？我告诉你，美惠子绝不可能放他走。按照安排，这个时间确实应该把美惠子送到马府。也许是中途出什么意外了。谭站长，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。南京方面派我到江城来接人，这个时间我应该在返回的路上，而不是站在这里。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，我马上安排，全程搜捕。大姐，你不要坐车了吗？过来。快，跟着那个黄包抢。到处。别看了，快走，小心点。现在外面正在抓你，你要在这躲几天，等过了这个风口你再出去。如果那个时候能离开江城的话，就尽量离开江城。好，谢谢你。对了，白天尽量不要出门，如果要出门的话也要等到晚上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记住，我们只能救你这一次。长官，请您再稍等一会儿，已经派人去接翁子集了。嗯。